今年是第五届两岸校园歌手大赛初赛，那我是台湾的代表队，也是东吴大学的学生。那我现在是这一次是代表我们学校出来比赛，那我会全力以赴，然后会好好的好好的唱好每一首曲子，唱好自选曲、指定曲，最后也要预祝大家啊，加油加油加油，原住民的话，梗逼啊梗逼啊，加油，谢谢。